哎，大叔，弄死！这是多少米啊？八五，就快了。四十，四十吗？四十，啊对，四十。OK， 行了。坏了，可是哎，这东西生命半。带走没问题，带走没问题，放走。同意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跑太快了以后，而且你这个车都是一点五模的吧，他那个车距很小，两边你跑那么快，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是，1.5的、2.5的，现在的一般都是2.5的，现在的用1.5在跑40米。怎么？